you.2250。来，放心啦。嘿，要放心。等下帮你五十号。有啊，我有啊，可以帮我。你看啊。然后要提供外资，要你软糖啊。所以阿哥是提高做伙。哎呀，他提个提个。我见啦，伊要较无资料，出来处理拢个。等一下哦，哎，连保利龙就好啊。歹势，借问问。我多你唱，我迄伊要爱迄个健哥，健哥有无？有。叫我来听。哦，要传了吧，阿国啊，是吧？是不啦？这，五百五五一个。啊，我看单下去嘞吼。哦，无见你在哪？无看。无见啊。你有台无？我打给你，等下打给你，我先忙。你有台无？马上叫台。喂。我家有台啊。五哥，这是你家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我很少钓到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深水的，它是浅水的。然后你都去深水。不要去沙发。哎，沙发，你这个沙发。这边五百五。不抬吧。我有啊，有啊，抬抬，有啊，抬去边啊，啊，抬电话抬高嘛。我电话抬高了。太小了，自杀不要钱，他杀要钱。自杀不用钱，他杀多少钱？哎，不知道。嘿嘿，有安门铁。我站了，说错了吗？说错了，这要从哪边走？最好是从尾巴，因为你这样很容易戳到老人。你要的话，我有电动泵浦可以直接灌水的。哦，好啊。小英子山，小英子山，合理，你一个小英子会做啊？哦，五，啊，抬杠的，五百五，抬杠，应该是五十块啦，所以安尼总共六百，嘿。小英子山。你尾巴要灌水吗？好，我帮我灌一下啊。哎，小英。电池无啊，电池要迄水较沉去啊，你无用过，我会循环啊。哟，小七吧，你先上。还是要你？啊，你讲啥？要你啊？真，下手，下啊，好了。我来去调一下。好，哥哥收，好，哥哥收。好，这。好好了，好好。五百五，对，没有错。我要给弟弟的。哈哈。大家都可以看。哇。这边然后。这么大一地区吗？在那个东莞那边，是说这个这种的肉是比大的还要甜的。他说是什么黑打吗？对，黑打黑波比。
是喝鸡，还要甜。按我哩吗？按我哩吗？还没抬呀？哎，按我哩吗？我站吗？哎，不要紧，我抬后边。哦，大家都跑掉了。非常。肉好像真的有比较嫩的感觉。这钓的吼，嘿，这钓。对啊，这你手应该带金嘛。这钓丝网啊，应该是袂钓到的。丝网啊，钓袂到的。你是几米啊？但这可能差不多。干嘛听呀？哦，那花莲的起码吼，加把水，加把钱，工业唔错。三十年前哦，我就听到你的工业的名。哦。因为我开始炒电视网，电视网。哦。当你家师傅过呀，我伫阮这里海。好好好。我哦。十几年无做啊，二十几年无做。好。咱台湾县第一者，日本时代就有啊。三立的。嗯。即摆确定的吧？哦，对的啊，对的。哇，好牛啊！那这对面这边汉字条啊，是几多啊？安置了啊，就伫迄万源餐厅遐落啊。较上面遐啊？无，较落去啊。嘿，较我。我遐师傅，唔知搁伫咧无？伫遐尔，罗马西唔知搁伫咧无？啊，你遐重复啊？拢到啊，拢摕啊。哈哈。武器，你老爸高调。哦，高调嘿。拜。高调唔知要几多无？可能无，可能无吧。嗯。哦，阮咧好顺啊，去江个来水，去接手尔。好。啊，去阿遐，阮遐直接靠过去。嘿嘿嘿。好呀，好呀。刚刚开始厉害。啊，嘿啊，都有影开始厉害。开始厉害。嘿嘿。即嘛有用嘛，拢会搁出去钓鱼啊！好笑啊！嘿啊！哈哈哈！这笨啊！靠靠这一种啊咩啊？吼，各样的。这种即嘛较看下套路尔，还好啊。哦。啊！这来只拍拍。嘿啊！大片啊！你无叫我了，太强了，太强！食饭方底多，即嘛是食饭方。哦，我看你，你不要抬了行哩。他无遐厚啦，唔是无遐厚，唔是安尼很啦，你得向上拉。好，啊，骨溜秀呢？没啦，你挂手王个骨溜秀。嘿，这是看呢，打唔开骨溜秀。哇，这里要打。然后头也拉一下，看有没有有啊，还是有灵啊，啊，头还是有灵啊。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。冰水缸啊，
差不多拢记起来啊，对。啊，会不会那个最先的？什么鱼啊？有没有见啊？哦，上人哦，啊你，你坐山顶吃啊你，你坐山顶吃啊，再吃这啊。啊，人叫我来替，我就来替。我吃啊，钓到。哦哦。人钓的，用人钓，人帮我捞。我朋友来这，来钓啊。好好好。真的真的去钓啊。嘿嘿嘿。我呢，骗我来的。嘿。阿伟也认得吧？诶，有听过。还问朋友，好好了后嘞，了后图片哪摕？你搞你来，无我等你报者。老师嘞，搁叫我来嘞。你处理，我靠你安那处理。你捌抬过吗？都讲几多好路呀？无紧啊，看你安怎样。我较有钱啦，无紧，有钱嘞，可爱啦，无你有，后日就可爱着。这种鱼啊，较会使啃。哦。嗯，你也是，是讲，你也通讲歹讲。哦。啊，我多干一条。这你长的，对不对？长对，长一波的啦，这个卖不出去。哦。做会计的对吧？你卷了对吧？对啊，我恁卷了对吧？嗯。做山顶爱食啊，真就你食干的吗？迄条我咧食，伊无咧食，伊袂晓食，伊唔敢食。我是讲你有食干，袂使用破。没有，没用，我不用。OK， 不爱，来用我相机，你唔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爱食要食，爱用我相机，唔是我就用我相机，那我就袂用我相机，老是破。还很新鲜的啊。食我比较粗，阿无食，这干食好食。有鱼啊，想食这什么？转了嘿，毛脚还最讨厌的。毛脚？没有，那个哎，那个之前有几样在擦，那用的啦。妈生老病死，你妈你要负责到底的。好黑啊！你这是日本料理店吗？这个没有。我是吃。新衣料店的，家里的。他不是说要卖的，没有自己家。你要狗啃吗？对啊。什么狗啃？不新鲜。那肉是偏嫩的那一种。嗯。好，海钓的人通常都是比较偏这样。嗯，漂亮。